天天重磅现场，实时海量资讯，小伙伴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冰棒来了，我是主持人泽鹏。你有时间，我有猛料，话不多说，咱们赶快造起来吧。孩子们放暑假了，许多家长都选择带孩子出去旅行，明星也不例外。比如李小璐就带着甜心去了日本，周董带着小周周去了海边。不过我听说呀，大幂幂家的小糯米好像没办法去亲子游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让小八哥告诉你。你们的暑假是空调、 WiFi、 西瓜，那小朋友的假期更是少不了玩耍。最近刘恺威老爸刘丹出席活动时，被问到会不会趁着暑假带孙女儿小糯米出游，他表示自己也想去，只是孙女儿比他这个演员还忙碌，实在抽不出时间出门。原来已经3岁的小糯米就算在假期也要上很多兴趣小组提高班，所以行程满满。之前就有媒体拍到小糯米去上绘画课。据了解，大幂幂在香港时妈妈带她去上课，爸爸在时爸爸带，爸爸妈妈都不在时爷爷奶奶全权负责。你看宝宝们都这么努力了，你今天是不是也要全身打鸡血呢？最近我的前半生进入高潮迭起的感情戏，贺涵、罗子君、唐晶仨人情感纠葛傻傻理不清，身边又来了玲玲和马仔小董这两个磨人的小妖精。在一场同事聚餐戏中，玲玲设局给罗子君下马威，小董则在罗子君旁边煽风点火，一会儿灌酒，一会儿要罗子君向玲玲道歉。网友纷纷表示，天了落，受害者还要道歉，请原地爆炸好吗？啊，第一杯酒，说话。对不起。说呀。说对不起呀、啊。小董可以来，可以来。就是三个说吧。哎，说吧，说。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好。这位蓝衣女小董引发了观众的全面炮轰，还有眼尖的网友认出，她就是曾经在《欢乐颂》里和杨紫吵过架的女邻居。你想怎么样？想上法庭见是吧？好话跟你说，你听不懂？怎么非得要闹上法庭你才愿意是吧？犯贱！谁犯贱？你刚才说谁犯贱？怎么了？是你先找我吵架的。哎，你犯贱！哎，对对。和吴越老师的情况一样，部分吃瓜网友讨论角色的同时连带上了表演者郭彤彤本人。小八哥在这里自动屏蔽，并说一句，关注演员本人并不是坏事，但是大家不要入戏太深哦。逗逼剧组欢乐多，灵狗颖宝笑呵呵。要说哪个剧组的花絮最好笑，那必须是咱们楚乔传了。林更新降龙十八掌特效满分，拿起道具蛇自己吓自己，表情纠结，和赵丽颖配合更是搞笑不断，一巴掌扇到对方乐出了声。不过要说剧组的笑点担当却不是这俩人，而是窦骁。只见他一会儿摆 pose 失败，险些扬自己一脸坨，一会儿展开虚拟乒乓球锦标赛，简直不要太欢乐。小八哥想说的是，没事看看楚乔传花絮，真心和正片一样好看呢。上周六，由赵薇、黄晓明等好朋友加盟的中餐厅新鲜上线了，第一期节目就圈粉无数。说起来，其他几位嘉宾都是综艺老手了，就小燕子一人还是位真人秀小白。不过话又说回来，明明是第一次参与真人秀，米薇俨然是一枚综艺老司机，不仅领导力 max， 而且幽默可爱又好玩，还啥啥都会，简直是十项全能店长啊！下面咱们就让头条君好好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位中国好店长。开餐馆的明星有很多，上前厅下后厨的没几个。上周末，黄晓明、赵薇、周冬雨、张亮、金梦佳在泰国联手经营的中餐厅终于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准备开张纳客了。在《还珠》播出20年之际，这个节目给了瓜友们一个 surprise。 第一次参加真人秀的小燕子竟然青出于小明而胜于冬雨，没有尴尬和冷场，玩梗吐槽六道飞起，就连他手机里的 BGM 都成了网红歌曲，俨然一枚综艺老司机。我是店长，我只会经营赔本的餐厅，我就可能成为史上最不靠谱的店长。虽然赶鸭子上架成了史上最心虚的店长，但 manager 赵初来乍到就技能满点，作为中餐厅的一把手，既能掌控全场，退能 hold 住厨房，一边兼职财务。启动资金仅供中餐厅经营使用，不能用于个人消费。一边给同伴安排任务。早点去超市把干买的买回来，咱们买水果吧。我三个人在餐厅收拾，给亮哥打个电话吧，让他们去买个锅铲，让他们去买扫把。我有活给你干，可以切辣椒跟洋葱。下一个工作就把大蒜。你要不到隔壁餐厅啊，去看看人家的菜位，大概比如说是。每个菜是几百注啊，或者是什么多少注啊？记录菜单，手绘迎宾版，哪个也不耽误。看了赵薇这通揽全局，把诸位店小二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序的样子，弹幕儿都在感叹：薇姐这与生俱来的领导气势和事无巨细的把控力，店长大大的位置真是非她莫属。不过千万别以为赵薇只是光说不做的大姐大，
动起手的他全程高能惊呆了大家。明亮兄弟外出买菜，他提前备好餐厅首席饮品蜂蜜柠檬水。周冬雨饿了，他左手右手一个快动作，没有筷子，拿着两只竹签煎火腿煮面条，吃得小黄鸭陶醉出一组表情包。晚饭时刻，赵店长一出手就是舌尖上的回锅肉，色香味俱全，大厨尝了都点赞。经营餐厅样样行，音乐外语也很灵，赵薇不仅献声中餐厅的主题曲，还随手秀了一段钢琴 style， 惊艳了网友的耳朵。写菜单时还被网友们一直点赞，微微的字特别好看。店里来了外国人，又秀出流利英语，没开业就预定了客人。 Hello Yeah Tomorrow is openingOh, maybe tomorrow you can come to this restaurant, try some Chinese food. Okay. Yeah. Very nice, very nice. Thank you. Welcome tomorrow. Yes, thank you. Thank you.薇姐用洗得了菜、弹得了琴的双手，实力诠释了比你好看的人比你还努力，比你有钱的人多你一沓记忆。紧接着又玩梗怼人不停歇，综艺里满开，承包了中餐厅第一期的所有吐槽，给主厨张亮安排了迎宾任务，只因为外国女生看到张亮绝对疯狂。至于在中餐厅的战五渣人士周冬雨，赵薇处处帮忙照顾周到，但也没有停止过批评和吐槽。这刀子嘴豆腐心的画风让小黄鸭忍不住喊她一声妈。你不撤退最好，你看你一个撤都退不好。 My God， 这是糖浆啊，我对你很失望，我也不应该对你抱那么高的期望。咱们要是干大了的话也可以摆成那样，你看他们还干大了呢，你真行。我就给他们唱一首儿歌可以的，把他们都赶走。这给你贴哪儿啊？你要贴我，我是直接把你扔大海里。别看店长大大对周冬雨恩威并施，一边疼爱一边嫌弃，到了黄晓明那里就秒变战斗力十级的综艺老司机，随时随地开启相声专场，附送超豪华嘲讽套餐。小明哥的同窗见同窗，张嘴就是胖，显然激活了威界综艺咖的巨大潜力。你长得就像个店长。你意思是说我吃的最多吗？我其实不是一胖体质，我是吃成那么胖的。两个，一个叫好字，一个胖子，两个叫好胖。你觉得1000块钱？他是往极端走嘛，他就是个极端的人。输了的人做50个俯卧撑。我在泰国发现好多人都认识他，所以这是我们的镇店之宝招牌。居然想出这种阴险的招。我问姨，请问姨，就是晚上如果有客人的话，我们可以投在墙上，我们这儿只有树。去送给小朋友好玩的喝水的东西。这是中式的桌布，中式牙签，中式小屏风，中式这是老干妈、辣肠。啊，赵薇帮我签个名吧。也不知道哪些有用，哪些没用，就瞎买一堆。直接开出血来了。这是好朋友，流血也一块流。砂锅鱼头宝，我刚才说多少钱来着？280。220。宫保鸡丁。300。太贵了。回锅肉。300块，不要太贵，好吗？珍珠丸子，珍珠丸子可以贵一点。就这么着吧，别在这个山上较真。蜂蜜柠檬汁白送，好不好？滚！开业酬宾，你总得有几样是送的吧，让人心里边爽一爽吧。那把你送了吧，真的，黄晓明白送。看了他俩你怼我来我怼你不走寻常路的老铁情，网友们纷纷表示还炒什么菜呀，看明威过招80回够下饭了。不知道饭店开张那刻后女神还会给我们多少惊喜。当然啦，薇姐和小明哥的一对一 battle 也将继续。预告片中他俩这火星撞地球的战斗力已经让头条君迫不及待想看下一期啦。我帮你看了，我跟你说。以上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大家有什么想法和想说的可以弹幕刷起来，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一起交流互动。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大家好好加油，明天早7点别忘来了还是一样与你不见不散哦，拜拜。